我是楠楠，今天要回家了哈，正在收拾呢。这声音好了吗？就怕忘了拿它。来了都是大兜小兜，等的时候也是大兜小兜，越装越多。俺妈又掂了两桶花生油，回家也不用买油了。四两这个不对的。啊，得吧，得吧。人家他们这里要吃炸的。花椒不用了。走，到路上。到路上，到走过到的。走了啊。走吧，走吧，慢点哦。嗯。慢点走。嗯。走吧。到家了哈。干嘛打个星星去。今天衣服先没晾开，因为这个是湿的。这一路了，光睡觉了。干闺女哄我闺女，现在孩子也睡了，到家以后。俺爸给我发个信息。那说往那边空厨房里吧，然后发点回来。什么事儿？这两天我不出门了，有人欠了，是有人欠了。还拿着资源给丰富了。哎呀，我在家的时候，哎呀，走的时候我也不敢哭，我怕我哭了吧。俺妈又哭了，俺妈也不敢哭，怕俺妈哭了吧，我心里也难受。哎呀，就是，俺妈在家也是不舍得让我花钱，就是我出去买了东西，你别去了，我去吧。我出去买东西回来了吧，她就想着法把钱都给我，多给我点。来的时候还给拿了这么多钱，我啥时候装进去，偷的装进去的吧？收拾东西的时候。我记得我也没离开啊。他妈可能，可能是在咱装车的那时候他装了呗。嗯。就是你给他妈发个信息，打两号的，给他妈发个信息吧。噔噔噔噔，你知道我现在睡醒了。你看，一大早上，现在是早睡早起啊，挺好的。对。嗯。然后俺奶还没见小麦穗呢，我去看一下俺奶。高兴呗，一出门就高兴。拜拜啊、哦，拜拜。在家看你高兴点儿。哎，拜拜，嗯，拜拜。来来来，你啥时候来啦？昨天。谁来了？啊，怕你瞌睡了，没有来，没有来这边。啊因为在家早上一起来，俺妈抱出去习惯了，所以一早上起来都是出去。这咋照顾我天天？